恭喜你哦，毕业了。夜对身体也不好哎，每天都那么晚。不要念了啦，要回去睡啦。好，妈，我先走哦。哎，帮你写好了外套，记得带啊。接着我们来看下一页。嗯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妈。妈，你来干嘛？天气好冷，衣服穿着吧。不用了啦，你先回去哦。好，拜拜。怎么现在才到？老是忘东忘西，太老。来的助理，对，静香小姐，谢谢。外面冷，多穿点。